个台呀？哎呀，我都看到白云蓝天了，昨天那么冷。快起来，都9点了。哎，玉米煮好了吗？好了吧？这是昨天烧烤剩下来的，还好大家战斗力都很强，剩的东西不多，只剩了一点素菜，我们今天就能吃完。我们今天就在营地里住一天，就是昨天烧烤的这个营地，一会儿带大家逛一下。昨天聚会的小伙伴们回家纷纷去检测自己的核酸去了。我们等他们的检测结果出来了再决定是要去检测核酸呢，还是要怎么样。血淋淋的教训告诉我们，疫情期间不要随意聚会，哪怕是一开始看起来不是很严重的疫情。来吧，先吃玉米吧，吃完玉米咱们去逛逛。果然没吃饱，来加点餐吧。昨天这个小豆腐也没烤完。你还说你准备的不多，不过这个小豆腐最近我们没有卖啊，因为疫情的原因，整个物流节奏被拖慢了。虽然我们现在放了冰袋，但是如果在路上耽搁两三天，还是有可能会有问题的。并不是大家都能接受臭豆腐，所以我们就只能自己偷偷的吃了。我好像还差一点，要不咱们把土豆和小怪拿来吃了吧？可以嘞，我好像也没吃吧。哎，毕竟现在中午了，对不对？这餐不能算早餐，应该是中餐。我们还有土豆、小瓜、生菜，下面还有香菜哇。香菜不能烤。你看外面春光正好，烧烤也挺好。我是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出去先吃完水个午觉再说吧。昨天天气是哪个鬼样子，今天大家都回家了，春光变得异常的好。你吃饱了吗？好像饱了，但是我们没有吃到肉。要不现在已经12点了，还有牛排。你看阳光真的好好哦。但是就在自己的小车车里吃烧烤也挺爽的。我们待会儿睡完觉起来放风筝不啊？好呀，如果有风的话。今天没吃绿色蔬菜，我们用它来卷生菜吧。所以你吃肉是为了吃菜？对啊。哇，好高尚哦。都被我自己感动了。看，房打一片茶叶子，我主要是吃菜。好好吃，茶叶子果然好吃。昨天就看见了吧？昨天没来得及给大家仔细看，这长得和四喜小时候简直一毛一样啊！哎呦，哈哈哈哈，好多四眼小狗！一二三四，四个小狗，两个大狗。没有大狗。你呀？给大家看看这个营地啊，我们现在是停在这里，这是他们的一号营位，然后外面有搭棚子，这边也是有两台房车，那边有水有电。那那边还有什么？什么？那边有湖。哦，对对对，这边就是湖了。这湖还有点大，钓鱼。昨天下着雨。轻若笠，绿蓑衣，斜风细雨不须归。嗯，还是很闲适的。这边还有小院，院里边还有这个集装箱，应该是可以住人的吧。你看这个棚子底下人家也在烧烤，只是我们是昨天烧的，他们今天烧。好了，看看我们的喵总今天拿了啥。当当当当，喵总要开始放他的风筝了。但是今天有风吗？都是你等到都没有风也没有太阳的时候才出来。说的好像你没睡觉一样，小蝴蝶。这是我们的七连老风筝。嗯。你来帮我弄下线。你们知道我把这个叫做什么吗？什么？叫做猫咪玩线团。好了，我们把打结的线整好了，之后没有风了。我们等风。做个法。哦，快来呀！
哎，哎，哎，好了好了，来，可以了。哇，我说我能说法是真的嘞！哈哈，你们学会了吗？渐行渐远的喵总，快活的放风筝，哇，放得好快啊，瞬间就上去了，可以，不愧是喵总，放风筝高手。哇，你看喵总很有自己的节奏嘞。连头发糊脸上都不管，认真的放风筝。你看我的风筝，哦，已经只有一个小点了，高手呀！我都说了我会做法的嘛，感觉它咚咚咚的往上跑的时候就放线，啊，就这样，你看，然后它力稍微弱一点的时候再拉一拉，扯紧一点。让它再飞得更高一点，就这个角度更竖一点，这样就很容易就上去了。可以，有说服力，毕竟放了那么高了。是的。那是我们的风筝。来放风筝啊。这个是第一次做，因为香菜实在是太多了，我昨天不小心买了半斤。我们这吃完了吗？吃完了呀，全部都在这儿了。太好了。总有一些食物是为了应对不小心买太多，或者是收货收太多，收成收太多了而发明的。我甚至怀疑香菜牛肉是不是也这样被发明的。哎呦，这个乡村炒菜不是很美貌。嗯，好吃就行呗。嗯，今天吃的菜都是味儿大的，香葱香菜，拿个勺来吃这个香葱。嗯，快吃。不，我要先看我的鱼。鱼啊，吃一小块啊。哇，这个鱼看起来太诱人了，一块吃，我也要吃。喂你吧。啊，你真是个好人。嗯，好吃。老公，你真的鱼鱼好好吃，这人家腌的鱼好，买回来就是现成腌。不是，你煎的好吃。嗯，嗯，这鱼炒起来应该也不错。嗯，外表是酥脆的，肉又嫩嫩的，又松松的。今天过得怎么样，苗总？今天吃吃睡睡玩玩，当了一天猪。什么？当了一天猪。啊，我们好难得有这种时候啊。嗯，哎，躺平当猪还是蛮舒服的，取悦自己最重要。拜拜。西奇记，战事复杂，相比是要再行中用。40年前，先生便向朝廷举荐学士，学生。